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呢，我们来玩我们的饥饿杀世界。好，我们已经快要到了尾声了。然而呢，我们这次呢，要使用我们的快跑先生。其实这只是一只鳄鱼，你知道吗？我好像上网稍微查一下，说这只鳄鱼算是已经绝种很久的鳄鱼啊。然后叫什么名字我不太清楚，我忘记了。是之前查的。反正总而言之。这一次呢，老头会想要用这一只鳄鱼去打我们的克拉肯，就是那一只八爪大章鱼，大乌贼吧，应该是大乌贼。但是呢，在去打之前，我想要先练一下等级哦。我有点想要把我们这个鲨鱼的这个等级二练到等级五，最高等级上限好像是十等。我觉得先练个等级五再去打看看好了，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难打啦。反正就是先给自己练一下，看一下之后呢，会不会比较好打一点，好不好？我们就用我们这只，然后我们现在忘记跟各位讲了，他现在身上全部都装升级速度提高哦，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攻击力上升加 4% 之外，其他的我全部都装这个阿拉伯公主套装，他还获得了套装效果，金币冲刺 10% 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可以冲刺更久哦，然后我这个就再加一个攻击力，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吧。好，不管了，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打看看。然后我们选择这张地图哦，然后呢，这一只呢，他说他可以用什么力大无穷的尾巴挥击猎物，但是发动的条件刚刚老头有玩了，发动的条件其实好像很随机的感觉。然后呢，每次爆发都会向前猛冲。从后方攻击还可以晕眩敌人哦，这个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样从后方攻击啊。反正就是我在冲刺的时候，他就会标示出以晕眩敌人会有显示那个字幕这样子。然后我要怎么使出来不晓得。然后你刚刚有看到那个我这只鳄鱼的尾巴有出现绿色的那个波纹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用尾巴挥击的时候就是尾巴正在做那种。攻击的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刚刚又有出现绿色的，有没有？那是尾巴正在做攻击。看敌人晕眩怎么做到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往他身上冲过去，然后他就晕眩了，就这么的简单。好，金币冲刺时间。我们有加 10% 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可以冲久一点。然后呢，有观众说，老头，你有这只最后的这只鳄鱼之后，你就无敌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无敌耶，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鲨鱼，不是鲨鱼，还是有一些鱼类不能咬啊，像是这只就不能咬啊，还被电，有没有？哎呀，并不是无敌的吧，只是多了一些特殊能力，比较占优势而已啊。四等，好啦，我们就四等了吧，好不好？四等的话，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爆发装填，我们用飞行员喽，好不好？咱们就来个飞行员了，不管了，飞天宠物来了。他这个飞行员呢，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他的这个爆发不是爆发，他这个宠物也会跟在天上飞啊，还蛮猛的。然后看一下，我是看错吗？升级速度怎么可以装两个啊？原来这可以装两个。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可以装两个为什么他们都不说这到底可以装几个啊？然后我就这样傻傻就只装一个这样子。这只能装一个，然后这只能装一个。帽子的部分呢可以装几个？当然只能装一个啊。好，然后呢？原来这个我没有装上去哦。GG， 好了，我们来开始打我们的这一只 BOSS 啊！来来来，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说直接打眼睛然后还有什么眼睛先打完之后触手会出现，然后之后再打他的触手，不知道 不OK 啊？哦呦，来喽！出现了，出现了 ！Oh my god， 撞他的眼睛，撞！然后呢，我要做什么？触手再继续撞他眼睛，我还吐那个毒物，我会受伤。可是我撞眼睛没有用啊！有了，
要怎么攻击他、啊？哇，我被他抓起来吃 ！Oh my god！ 还好黄金冲刺，要不然就死定了。我也不能咬他的触手啊！哎、欸，不要把我抓起来吃啊！我会死啊！啊，不是他不是他的手啊，是他那个八爪触角。有没有看到这边吃掉一个了？这个啦。哦，原来是这样玩啊！哎呦，好痛哦，要死了！补血补血，先来个补血先啊，他那招超痛，哦呦，哎呦呀，这招唔汤。攻击，我知道要咬哪边的触手了，我知道了，撞。再一次吧，哇，好痛！好，摇，有了，越来越顺利了，撑着点，会了，知道怎么玩了，撞死你！撞你的眼浆！哇哦，快死啦！八个两下就快去了，这实在是母汤啊！哎，补血补血！来人啊，救救我啊！我可以直接飞到上面去吗？上面可能有大补之类的，我感觉我这边什么都看不到。撞！吃！再一个。要越吃越下面哦，哦，原来是这样吃哦，他每一节，他每一条，又分三节啊，哎呦，并不是这么的好打哦，先跟各位讲，没有这么的 easy 哦，打你打黄金冲刺哎，打。而且到后面，他攻击手段越来越多了，攻击手段越来越多了。哦，这么爱吃我，不行啊！唔汤，咬，好吃，没关系，我的这个补血量比你还多，你尽管咬我没关系，冲中他的眼睛。Oh my god！ 现在连潜水艇都来了，哇！我死了，那这样有没有救？死了就没了，要重打，该不会死了要重打吧？这边有一个头目伤害，邪恶小丑套组，头目伤害，全部都抓头目伤害，这边没有邪恶小丑。没有，所以就用一般的鲨鱼攻击。哎、欸，还没改完啊！再来，邪恶小丑头目伤害，全部都冲头目伤害了。哎呦，巨大宠物来了！什么巨大宠物？我们的宠物会变大只吗？死给！打看看，用这套打小丑套装，应该打得赢吧？噔噔。我的宠物有没有变大只？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样子、欸，感觉不出来有。有啦，稍微大了一点。哎、欸，我怎么弹起来了？撞眼睛啊！哎、欸，为什么我撞到弹这么高啊？这不太对吧？哎、欸，不要咬我！啊！吃吃。有吗？哎、欸，攻击有变高吗？好像也还好哎、欸，感觉并没有很高。哎、欸，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啊？刚刚我们用那个飞行员套装反而没事哎、欸，你看怎么会这样？算了，不管了。
赶快磕才是重点。哇，咬下去加十万乘以四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弄他快甩尾巴，甩尾巴，撞已经，哎呦，伤害变高了，打很痛，打超痛，而且我现在快死了，救救我，救我，我快死了，救我！哎，我们要闪他的攻击啊，我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是被他的攻击打到，不然的话付出的代价很高啊，非常的痛啊。好了，好，满血，满血。满血！快点，快点，快！我的盾牌已毁了。撞！哇靠，受痛！这张开你的眼，等一下他要攻击了，这招超痛。None！ 快点，趁现在吃他的肉，补血补血。Yes！ 快点咬啊！咬啊！有没有？撞！啊！差一点，还好还好还好！我靠，撸到大水母了，很痛！我要死掉了，快点啦，帮我补个血啊！快点把旁边的潜水艇弄爆啊！碍事啊！有了，补满了，撞！来啊，张开你的眼啊！哦，差点挥到我，好险！我闪开了，哇，还是撸到我，没关系，不怎么痛，还可以接受。这咬啊，吃掉了，吃掉了 ，yes， yeah， 好吃好吃，撞撞，偶尔连续攻击两次，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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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你攻击两次。快点快快快！好紧张，好刺激啊 ！Yeah， 要维持血量呢，不然要重打、啊。他要攻击，他要攻击。哎，没有，张开了，克克。哇！不要吃我，我不好吃啊！快，我觉得我要赢了，我感觉我快要赢了，哥快胜利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哦，但是我还是要小心一点，真的要小心。我靠，飞那么高干嘛啦？下来呀、啊！来，再撞一次，再撞一次。哎、欸，你不要趁这时候我要吃触手的时候，可惜了。哎、欸。浪费时间啊！咬，咬，快点，快快快！哈哈哈！别，小心啊，他要做攻击了。吐嘞！哎、欸，旁边那个潜水艇啊，你在干嘛？四象点啊，潜水艇！我不想弄你，不要弄我啊！哇，受痛！受痛的，受痛的！哎呦，好险！有有有有！开咬，开咬，开咬！我要赢了，庆祝我的胜利吧！哇！哎、欸，那我这样抓住发子弹的啦！不，有黄，还好有金币松刺，差点死啊！再见了 ，None。等一下，他还有一阶段，不是吧？不是吧？哎、欸，这个走开，耶、yeah, ，赢了，打败了 ，None。大胜利 ，yes， oh yeah boy， 再来啊，潜水艇再来啊，啊，再来啊，哎，赢了赢了，哦，真正结局了，不寒而栗，大成功，
啊，我们赢了之后拿到什么？听说有隐藏的鲨鱼，是不是？好像是机械鲨。啊？啊？这虾米？啊？海尔蒂，乔乔花火，奇怪啊！这两只隐藏鲨鱼到底是可以干嘛？他没有，他没有任何解锁。收集500个海盗币，哇！我有那么多美国时间，还存活45分钟。哇塞，这个主线任务实在是……哦，算了，我们来先去这个地方看一下好了，看它到底有什么功能。海尔蒂从最深的火海中游上来，端出热酒给你，但其可不会服侍任何主人啊！所以说他会自己动的意思吗？是不是他会自己动的意思？没有啊，他没有自己动啊。可是感觉他好像什么都能吃的样子哦，好像并没有。小鲨鱼，对，不是什么都能吃的。哎，但是它的爆发速度好快哦！哎，它爆发可以撑很久哎。这个不能克，小小大鲨鱼就可以咬出这么惊人的数字啊！小小的鲨鱼不是小小大鲨鱼，在讲什么？哇！这次的爆发很久，消耗速度很缓慢，生存一个小时不是问题吧？都这样搞了，他连这个无敌时间跟这个金币冲刺的时间啊，也都很长，都很长，你看持续好久哦。我靠！我怎么撞的？我居然一下就把它弄爆了、欸，太夸张了！这个嘞，撞一下没用啊，撞三下就有用了。哇塞！哎，这个真的是小而轻巧，超级大暴走呢！哇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另外一只啊，这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可是他一直停不下来，你停不下来啊！你停不下来啊！好，下一个，我们看下一只，就是海尔蒂嘛。另外这是什么？我忘记了。乔乔花火，散布阳光与欢乐，即使是最乌云密布的日子，掌声鼓励。隐藏的鲨鱼就不是机械鲨，让各位失望了。还是说，所有的鲨鱼成就都要获得任务，都要拿到才会获得一只机械鲨？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来了，我来了。哦，原来是彩虹鲨鱼啊！哎呦呀，原来是彩虹鲨鱼啊！咬一下。就只是一个类似像是彩蛋的东西，彩虹鲨鱼就这样子，速度也挺快的啊，爆发装填的速度也是一流，非常的快速。哦，哎，这样子玩真的很爽快呢，是很爽快呢。一直吃，一直吃，这么溜。不过没有特殊能力就是了，就是他的这个特效做的非常的 OP 啊。好吧，就差不多这样子吧。我们差不多啊，饥饿鲨世界目前就这样结束了，好不好？那之后呢，看一下会不会出新的。听说9月份要出饥饿龙。哦，不知道会不会出 PS4 版本。其实饥饿龙在这个手机上面已经有了。哦，饥饿龙是恐龙，就是饥饿飞龙。
饥饿飞龙就是同一个公司制作出来的啊。这个是海洋嘛，那饥饿龙就在天空。那这款游戏如果出在 PS4 上，我才会考虑玩啊。如果手机的话，再看情况吧，好不好？那么这个《饥饿杀世界》差不多也到告一段落了、哦，那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啊？也感谢各位长久以来对这个系列的支持，好不好？如果当然以后还有相关的这个《饥饿杀》系列游戏，老头应该也会考虑玩看看吧，好不好？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见面了，拜拜。